就觉得很累很疲倦啊。现在待业是吧？资料上写待业有多久了？认识他之前已经没工作了。在家里待着闷吗？不闷。你都干些什么呢？淘宝啊。他淘宝特别严重的啊，人家可能一个月才买几样东西嘛，他可以天天都有快递。也没特别多，就买买衣服嘛，女孩子。还没特别多，天天都有衣服。那你一个月花钱花得多吗？不多。那他的信用卡都是我还的。你说男朋友必须得照顾呀。知道他的鞋子有多夸张吗？有100双鞋子啊。那本来鞋子就有波鞋啊、高跟鞋啊、平底鞋啊，干嘛要？还有中跟的。家务做吗？不怎么做。就天天淘淘宝。逛逛街。还逛街？我有闺蜜嘛，不约我闺蜜去一起逛一下嘛。哦，给你做饭吗？认识了400天，做了一次算吗？一次也算呢，是吧，姑娘？对啊，你看做的不好吃而已啊。那经常都是我做啊。你下班还要做饭？对啊，下班之后他就把那个东西买好了，之后就等着我回来做。做完大家一起吃了，都8点钟了。那家里一定收拾得很干净吧？一般般。淘宝，逛街，乱花钱，不收拾家是吧？我觉得还好，不算乱花钱。一个月你花多少？5000左右。哎，为什么不去工作呢？就我认识他之前嘛，我就刚辞职嘛，然后我觉得就我也工作3-4年了之前，然后我这段时间也想休息一下嘛，然后后来认识他了，我就比较依赖他嘛。真的是超依赖，我要当爹当哥当保姆。还有一件事儿你没说，当银行卡。刚才我们了解了银行卡的功能是吧？我们听听爹的功能好不好？怎么当爹的呢？这个苹果他都不会说那个皮，那我还帮他说好。我觉得这都挺正常的，你比我大8年，不照顾我你干嘛呢？我不找一个跟我同年差不多的，找你那么老干嘛呢？你不照顾我。我工作很大压力啊。谁工作压力不大呀？你也知道我不会煮饭，不会做家务，你选择追我的时候就必须得接受我这一切，对吧？嗨，你喜欢没办法。那也不是啊，他现在还变本加厉啊。他加了什么力了呢？那他现在看了韩剧看多了，他经常除了打电话给我之后，他还想我，好像那个杜教授突然之间就可以在他面前噔一下就出现了。我那不幻想一下吗？我又不是真像你嘟的一声就来到我身边，对吧？不是，你他要是嘟的一声你没来的话，他会生气吗？他会不停地打电话啊。那我开会的时候我还看着手机，又有未接来电，又有10几个了。那我觉得你上班还是可以接我电话的，也没忙到那个程度，对吧？唉，主持人，你知道他还会打人，这个问题最严重的。哎，他很聪明的，他说亲爱的，贴把脸贴过来，那我把脸贴过去，他这样就打过来了。打完他就笑了。 那也不疼呀。不疼了。对，不，你叫在场，你看哪一位可以给你试一下。我打你多少次啊？很多次。你傻呀，他下次再叫你你还放啊？你上一回当可以，2回3回，他很多次。那他有时真有时假的嘛？有时你恐过去的时候他真的是亲你一下嘛？哦，哎呀，看出他亲你那一下是吧？你觉得他好吗？对你现在对我是挺好的啊。你好我不好哦。你怎么不好了？就我觉得我压力那么大，就也要、是我压力大，不是你压力大。我又要赚钱，又要做家务，还要煮饭给你吃。我觉得我那些不叫公主病呀，很多女孩都这样，我觉得我没事。姑娘，你跟我说说你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好吗？我压力来自于他嘛。他怎么了？我就不会做家务，你非要逼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。你喜欢做的事你给我排前3号好吗？1、2、3按顺序排。淘宝第一的。然后呢？逛街。逛街第二啊。然后呢？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啊。哎，你们俩的事儿父母都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们家是什么态度？我爸妈都在香港，一开始他们是觉得我应该在香港那边找啊，因为会好一点对我的发展。不过我对他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。你父母喜欢这小子吗？也不管吃管住。
管刷卡。其实我妈特不喜欢我到她家去住嘛，嗯，然后我就不听嘛，就她觉得就我找一个男朋友比我大那么多嘛，她就觉得应该包容我多一点。听说今天母亲也陪你来了是吧？哦，对。来，我们有请她的母亲，来，有请。您好。你好。您工作吗？没工作，家庭主妇。主妇了多久了？有了他之后。有了他之后。我就做了主妇了。哦，您在家里做饭吗？做饭。收拾屋子吗？收拾，全都是我干的。这个小伙子您喜欢吗？我不太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觉得他好像不靠谱。他怎么不靠谱呢？就是现在他呢，老是挑剔我女儿嘛。追我女儿的时候，他就不嫌弃他。啊。现在相处一段时间嘛，他就。好多好多说我女儿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，我就觉得她好像变心了吧。我也没有变心啊。啊，没变心，只是想她多做点事而已。我女儿是很单纯的，她说什么话她相信她啊，但是我觉得她这个人呢就是好像不够真诚。追我女儿的时候说得很好的，她说煮饭不懂啊，我懂，我会照顾她的，我会很好好好爱她的，阿姨你放心。嗯，但是他现在他又说他又不会煮饭，又不会照顾他。其实我女儿没有公主病，她好可爱嘛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段时间我觉得她，我的女儿，为了她已经改了嘛，就是学会煮饭了，帮她煮饭了。她以前在家里是不干的，她应该很感动的，为了她的改变呢。做过几回您知道吗？应该很多回吧。那你怎么不说做了一回呢？就做了一回啊。煮饭我也不太清楚，是那女儿说的啊。但是她现在改了很多，比以前就是比较娇气一点。她今天要求我们来帮助一下他们这段感情，您看我们是给他们往好里说呢，还是给他们往不好里说呢？我觉得嘛，就是看我的女儿。哦，我会尊重她的。好，谢谢妈妈啊，谢谢您能来。请回，谢谢，请回，请回啊。哎，你妈和你爸感情好吗？好。你爸回家不用干活吧？不用。谁干？我妈。哦，为什么是你妈呢？我爸工作嘛。你妈淘宝吗？不淘。逛街吗？少逛。啊，明白了。她要达不到你的要求，你跟她分手吗？考虑一下。其实我改很多呢，你都不觉得吗？我现在很少淘宝，很少买东西了。我也是有学的煮饭，只不过我觉得太难了，我煮的也不好吃嘛。我觉得你都会做了，也不用我做了，对吧？那我可辛苦。调整一下，你出去工作，你在家里做饭。啊，这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挣的肯定没他多。没事，他在家里面他不淘宝不逛街，只是做饭还省钱了。那他，我要他干嘛？不是，那你要他是干嘛的呢？挣钱啊。他要没钱你还跟他吗？这要想一下。你跟我点什么头啊？这不是你找的人吗？跟我点头。